哇，漂亮！上吧。翻了，真翻！哎，好有攻击！这是什么英雄？红兵呢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把龙，把龙抢来！第二圈，哥们儿，我操！小龙，哎，龙，主要就是我那个惩戒他妈的锁敌到英雄身上没拿下来，这才是无敌的。前十的打野，天天干，不错吧，小哥？就打了先手，兄弟特别拼了，兄弟，燃烧了，拼了，打击。不打红倒是可以过去捡个人头，哎，也不好捡，别人他妈闪现都没掉。这个辅助发兔兔表情的，什么意思？下路有机会是吧？自己就烧了。卡莎迪为什么这么猛？我觉得你应该去问一下那个设计师啊，为什么这么变态的英雄，他怎么设怎么想的？我觉得你应该去问一下。中单来了。你一个和气都不要吗？忍辱负重吗？这怎么样啊？傻子妈的！忍一下。哇，这踢到了！我操！运气太好了呀！什么运气啊？他妈这是极限之踢！积极，哎呀，打电话啊！我操，隔山打流，指哪打哪，炸壶炸壶，运气太好了，兄弟们都说你是炸壶，妈的，不行，不要了呗，来人，我真的他隐蓝好了。我看人影之恨呀，你救我！你这么贪吗 ？AD 真的畜生！你们开麦骂他呀！他说我的，妈的，还给得了门送的，真的畜生！这张 AD 太畜生了，被德班踢飞了！妈的，好不容易一个人补卡了，真是训练赛比赛里面搞这种，气死了，真的。放开一点，放开！妈的，待会一撞。你不会第一次回家直接掏三项吧？不可能呀，三项伤害太低了。能打过来，兄弟们打你，还行。对面打野在上。哎呦！接了。等了，我烧了。我在路上。赶紧滚啊！要打死！哎，我操！你死了，兄弟！我操，他大的，我多巴蛋！我操他妈的，你不打人吗？我操，我以为你……哎呀，没闪现的，他刚刚闪现断肠了，难受！哎呀，这个造型！见他一次杀他一次，这就是。我在路上。
那个德莱文第十名的大爷，哥们哥们等我，王宇塔布城即将脱落，炸他没炸，但是我操，护盾再 Q 一下，就过去抢人头，远离峡谷前锋，接接接接接接接，今天第一人一直赢很难受，没打哦，我来我来我来，你下路把塔贴了吧，哎我靠，我打到了，对不对，人都还是拿手的，早点来，野怪先打，我没打野，哎，好有公主，这是什么英雄？防兵呢？接接接接接，今天有点问题，等我查一下，查一下他那个微信转账。接接接接接接，现在查一下他微信的转账。妈的，这妈的满屏的都是技术，还他妈的火教是吧？小易玩的吧？满屏幕的技术打出来，一脚啊！接接接接，申请尿检，打野冷了，两个闪，两个闪，都卖了都不来吗？发起攻击，德莱文没闪，那个打野没闪，先把那个拉他们一波那个牙齿炮，爆炸！你还有大柱子？搁这儿起码闹柱子啊！接他没打，他没打，接。打不死他的，把塔退了吧，哥们。打断你！不知道他放大，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，你一直赢吗？你他妈把烟甩在哪里啊？接受不了这个数据，这不很正常吗？我是大傻，打球烂。他还搞拼音，搞灭吗？你还有搞文吗？来来来，王孙，王孙，来来来。太会 K 了呀！妈的，这个包子。过来喽！助攻都没有，操！一个给发惩戒，惩戒人头就是你的，我感觉，我想他妈踢死他。过来过来，哥们儿，来来来，又要去逮赵信。赵信都死了吗？不都？你这样说呢，真要逮一下。啊，第二盘，这里我没闪呢。这里他妈个果子，新出的，新出的果子。你死了，他已经没了。妈又来冰，这有持续时间的呀。算了，这人都有点瞎啊，这人都别的。B。姐，反正还差六岁。我卡了，哥们。糟了，我死了。大招他妈的被他大招躲了。我他妈直接看到人我就。能不能把这个龙抢了？大傻打球烂。对面打野现在不在。这边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把龙抢了。剑圣，哥们，我操。我操！你真的是个废物！翻了，真来来来！锁他妈敌了！这个大刀，经济不差什么的，基本就没什么优势，现在。不对劲啊，真的他妈要输了的感觉。我不
我感觉他们要出战了，这波有了吗？十五全杀了。这德官在的话，惩戒能锁龙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你如果在小龙附近，你按惩戒，你没有锁敌的前提下，你按惩戒，他是优先惩戒小龙。你也可以直接锁敌，锁住小龙。哎，小龙，小龙丢失了。走了走了，他要回来走，你那个位置啊，影子，我回来回来，我有虚弱，他大招很快的，守塔守塔守塔，不要不要出去了，哦，痛啊他妈的，痛啊！哇，他这个水银，水银是零点五秒钟免一切控制。嗯，我看到他那个宝挂号的大招都躲了。水银改了吗？改了改了改了，免疫那个吗？一点五秒免疫一切。等我清完中路兵线呢。来了，从下面打呗。我可以，哎，打打打打打，哇，漂亮！好宝贝，能打能打能打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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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是吧？哇，好高 ！Nice，Nice，Nice， nice, 一波一波不了，一波不了，这个兵不可能一波。打了这个龙算了。钱吧，吸一流飞行好吧，换 DP 能到了。大龙也三个人了呀，出来再打呗。大龙，我在路上。老虎不能给劫，妈的，不能没了。现在改的敖丁是改的刚才，刚才。注意危险！差一点致命空 Q， 真的。他正好那个拉拖了一下位移。我在路上。我出个六神装了，等一下。我现在扛在前面，谁都赶不动我了。妈的，我三百多护甲，看到没有 ？OK OK。三千滴血，三百多护甲。哎，上面看一下，宝宝宝。不是。哥们儿，等一下，等等我们，等等我们。哎，中路这个劫，放影子了，放影子了。来上路，上路，上路。我杀德莱文了，我杀德莱文了。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一波一波。上路真的，上路。下路那么远，啊，投降了，可以。有惊无险。那是，我操，中中途。你带我先回家下。中途感觉是他妈要输了的感觉。容易被抢，然后被他妈的输了两把了。打了一波一二换四，然后打大龙。主要就是我那个惩戒他妈的锁敌到英雄身上没拿下来，有点伤士气了。